俗话说，湿地环境好不好，就看鸟儿有多少。眼下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默默格湿地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高峰期，十几万只候鸟啊，在这里歇脚，各种叫声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。来，咱们呢边听湿地音乐会，边来认识一下这些湿地里的鸟类朋友们。